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自言自语时光台，我是张小颖。那现在我们就去他说真有趣的地方啊。他昨天呢爬到那个塔楼最顶上以后，又被摔下，又被丢下来了。然后他们现在就要掉到这个底下，他说那是什么？他说：“你看，他说这是好有趣的什么什么东东，看起来像是创世纪的故事，就是从前有一堆小黑妈妈，什么他为什么要偷我的内裤？就是这个内裤贼，他说他偷了这个内裤以后，他就变成了一个神。原来这是一件神奇的内裤。”他说："那 Big 跟我的内裤去哪儿了呢？"他说："他说，管他的，反正他就在这里。”他说："是这个小家伙们把这些东西盖起来的，那我又把他们全拆光了。然后，这就是他们的王。"他说："这不是很棒的一张椅子吗？"哈，在漂亮椅子上之类的。等等，他想要成为新的王？什么？难道他跟那些小小的黑色很可爱的东西，居然是同一个来源吗？真是难以想象。反正就告诉他说，他现在就可以成为这里的王就对了。他说他拥有很大的力量。奇怪的声音。最终他要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光。是干嘛？想必我们是要下去吧。推下去。他说："反正我们要想办法下去。"对，他说："的确看起来是这样。"对，其实不用你说，我看也是这样啊。来，我们把他推下去看看会怎么样哦。好像会死得很难看欸。我好像把自己给弄死了。那这样呢？他说："那现在呢？"蠢翻！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把这个东西放到这边才对哈。我们不能把它丢下去，我们应该把它放到这里。丢！等等，还是要砸吗？不对吧？哦，好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有路了，是吧？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别这样嘛！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让我们好好来想想。切了它。先切上面这两根柱子看看，像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用。
为什么不会掉嘞？我都把你切成这样了。嗯，把它拉过来。哎，等等，这是可以站的意思吗？像没有什么帮助，我们要想办法下去。哇，这整块板子有办法切下去吗？哎，不下去。会不会是这个呢？我们来试试看哦。嗯，不是吗？那我们就这样切啊。嗯，还不下去，再切。好，再来。啊，嘣！哇，那我们再把这个推过去。再次，怎么感觉这块板子有点不稳呢？是想要能够到对面来，哎，结果不用那么麻烦，直接这样就过来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？哎，把这个拉下来，不下来。还是不下来，算了，不理你了。嗯，直接跳到对面去行不行？啊，效率太高了。我在这个地方已经摔死无数次了！哇！救命！不要再那么蠢害死自己了。但是我还是可以这么干的。开心，好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还是要成功的跳到这里来，怎么办呢？嘿嘿，技术一流，好，再来，哎，这里，嗯，很好，这样，很好，然后呢？
这样。前面是什么？那是什么呢？那看起来像是一个门。我试试看，我能不能摸进去。上面好像有根，这个把这根切下来。好啦，无反应。好啦，好啊，失败了。那换切这一根。喂，这样都不下来，太过分了。好，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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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哦，好惊险，好，好惊险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对面有什么。哎，哦，里面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向下的回旋梯，螺旋梯，这么好，这么贴心，啊！吓我一大跳，看来果然没那么简单。啊，好，看看怎么办呢？这么有那么大一块。接下来，然后呢？到这里来，然后呢？哎呦，好可怕！上水是会塌哎！哎，啊，摔死！再来。也许先切了它看看。这样，嘿嘿嘿嘿。还不倒，哇，他下去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是不是犯了个蠢？啊，这样不行啊。所以呢，我应该要，切断两根就好。下去啊！这里啦，然后呢，总觉得有点危险。
样不行。哎，又要从这里，讨厌，坑。但这我已经很有经验了，先这样。再这样，还不倒，还不倒。好像没有什么用。哦，这样，这样，哎哎哎，可以可以，不要动，可以可以。哈哈，噔噔噔噔，哎呀，一块巨大的石头是要干嘛呢？推下去，不科学的力量。哦，好，稍微消一下它的高度。好，噔噔，再来。我们要想办法下去，但这实在是有点高。那我们再消一下这一块。是这个，跳，跳，然后呢？还是有点高啊。那块板子可不可以下去啊？看看哪里像是可以跳的地方。那根柱子，这里，这里。这里吧，好，这里，然后这里，嘿，这里又有一个门，哦，要把。应该是要找到另外一个方块，上哪找啊？这里，好，这样，这样。好，把它推过去。进去。进去，哈哈，第二次崩塌，电梯到了，open，打
还有，好，继续往下走。我就说怎么可能这么残忍，要我一路用跳了下去。还是有回旋梯可以走。对面是什么东西？对面看起来那个钮是要按开它的。啊！摔死。那我们再往下。自己断掉了。自己跳下去会死掉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要切上面的来用。没什么用，再来。直接一整块给你切下来啦！哎，没下来。这样，呵，哎，就不见了。就不见了，那这样还是不能下去啊。算了，不管你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嘛。好，怎么打开呢？他说不要问我。真是，用我很久没有拿出来用的炸弹好了。为什么它都会一直往右偏？奇怪。哎，我都已经跳到他前面了，就不能给个
考验现实关卡。好好哦，哎，哦，啊，啊，搞定，啊，呵呵，就是一台电玩吗？没有其他的功能吗？这里出现了一个坑，哦，啊，好，那都发生什么了？啊，出现了一个大洞，直达楼下的大洞，拿到了一卷新音乐。所以这是干嘛？就一个牌子。嗯，就这样。不太懂，这个成就是干嘛？好，不管，继续。看来要从这边下去。越近了。想必我们是要到看看了。拉不动，但这个拉得动吗？全部拆光光了，这下可怎么办？拆光光了可怎么办？
哇，下不去了。武将一点帮助也没有呀。借这个木条用啊！完全是手的问题，我们这样拉安全一点。真被压死了，吃饭了。不够，再往前推。这样，好，嘿嘿，嘿嘿，过来啦！哦，嗯，切断这边。没掉下来，哦，这一块挡住，他过来。各种摔死，好的，咦，不知为何，好像跑错路了。拿这个，然后把这个抽走，然后
哎，这根为什么不下来？哦，好好好，下来下来了，好，踏踏踏。现在呢？好高好高，要到对面去吧。这块板子悬浮在半空中。拉过来一点，好，然后再上来。哎呀，我上不去，上不去怎么办呢？把你切下来。嘿嘿，好。然后呢？看看呢？好好高。还是说我要到这个台子上吗？把这块石头拉过来看看，然后呢，削一下，拉一块下来用。再来，再来，不要惹我生气啊！我把自己怎么了？一不小心就会被我，一不小心就会玩坏掉。那这样好，这样太滑了。推开，这样，这样，很好。好高哦。这样，这样，回，可以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耶！哎，又要找一个方块，在哪里呢？在这里。他有没有办法拖过来啊？好像有一点难度。把他拉过来当溜滑梯用。像没有这么简单，再想想。哇，这样，这样，好，管他的，我要拉了。
还是要切出一个斜坡给他用。斜坡。看看哦，啊！啊！这样不行，这个斜坡的部分要好好处理，所以我们只是这样，不要浪费这块那么长的板子。这个的话，这个的不要。再前进一点。啊！哇！哇！嘿、hey! ，被自己压死了，可恶，蠢蠢的。先切个斜坡出来。翻车了！啊！这样不行啊！这快把它推到。这里来，好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好。这样行了吧，不行，再前进一点。啊！好吧，好吧，加紧用。啊！你怎么掉下去了？你就不能如理想状态一样啊？
么还能拉动我自己？这真是不科学。就这样拉吧。怎么办呢？不行，一定要很刚好的把那个这个推下去。这个到一旁去。快推开，推不开。这块一定要推过去，哎，过去啊，大大。等一下，我是 O 不 OK？ 好，可以。观察一下。好，好，怎么是这样啊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补强一下。弥补一下，好，好，就这样，来，不成功变成人，好吧，不成功变成人。我们又更往下走一点。
下去吗？又不行了。哎，看来这边就到底了。先，看来要再上面一层。也麻烦呢，哎，没有办法，好吧，下来就下来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直接切上面这一根好。阿拉，这怎么行？再切这根。这根啊，等等，哦，这根是个陷阱。那这根，好，这根可以用。哎，好，上来了。哎，石头，噔噔。现在呢？从旁边下去吧。哇，好像一路滑到终点了。他说多棒的个旅程。嘿，啊，哈哈，他就说把我那款给我。The Commons Media Craft Service on Next Class。 Stutter 他说这个运气很好的状况，管他的，反正就是，反正还是各种嘲讽我们。然后我们就又要打 BOSS 了，什么？都不用他打，我们就会摔死。跳过，跳过。哎，哇，不是吧？哦，可以，应该有些什么可以切的东西吧？这个，切这个。讨厌，躲到这个后面来切。再来，这是正确的方向。哦，哎，不用，这里有这个。
拉。他应该要抓狂了吧？跑跑跑跑跑跑！哦，来了！躲在这里，好，躲在这里偷偷切，打一个叉。说我的魔法失效了，哦哦，爆炸咯。啊，走，这一关打好久啊。哎，好，我们天野壁先到这边，接下来玩战车，接下来玩战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